重物做法，小心洗坏掉。内衣啊，最脆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中间，这个地方。所以你一转啊，它很容易就变形。天下懒女人一大堆，洗内衣小法宝，保证超方便。哎，而且它有那个一颗一颗这个小黄瓜，小黄瓜啊。它是要增加摩擦力啊，是有颗粒的。所以直接内衣这样子塞到里头。对。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:30，三立对台30频道，创意过生活，让你轻松过生活。